哦，我们这一场带的是虚弱，因为对面有奈德利、卡特莲娜，加上伊泽瑞尔，都是属于机动性比较高的角色，我们可以用虚弱去换那名一位移，就跟你平常在打剑灵的时候用你的技能去压对方起身是一样的意思。让对方靠近你的时候，或是你靠近他们的时候，你直接用个虚弱逼他们的位移技能，然后再把他抓回来，再可以逼出他们的闪现。我操嘞！接着三分钟之后，你再做同样的事情，他们就没有倒地技了，把他们就没有起身技了，一样的意思。抓抓！瑟雷西当初不是设计成打野的吗？是吗？没有，瑟雷西我印象很深，因为当初 S2 的时候，我没有进 Riot 公司，然后去参观，然后他那时候就设计了一只英雄，那只英雄就是现在的瑟雷西，可是他们都还没有叫好他的名字，而且魔柱也还没有设计过，他们就把他们技能都弄好，然后那个他的外表是纳蒂鲁斯，就是他在设计那只英雄之前，他会先用英雄联盟有的角色去弄，然后他就叫我过去看，他说过来过来，你不是玩 support 吗？你来看这只英雄屌不屌？我就看了一下。干，他就用了一只纳蒂鲁斯，然后丢瑟雷西的技能，丢灯笼啊，然后把人家勾过来之类的，然后丢大绝之类的。我想说，干，这只角色也太猛了吧！我就举起大拇指 ，fucking awesome！ 对，我印象很深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在弄这只英雄，他说之后会出，然后后来 S2 之后没多久就出瑟雷西这只角色啦。Amy 70770，感谢你的订阅 ，Thank you。我有测试过，我没有测试过啊。然后像那个时候，他还有一个人是在测达瑞文的接刀动作，他就说什么，他想要让达瑞文的接刀变得比较简单，然后又不会太过复杂。对，他就有在测试，然后他又给我们稍微看一下，说现在接刀动作跟之后的接刀动作。后来达瑞文就有被改过，就接刀动作变得简单很多，顺畅很多，不会那么难，对吧？那我觉得参观他们办公室超好玩的。当然，我也不可能跟你们讲说你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啊，因为有点困难。可是我应该这辈子也就是去过那一次而已了，不会再有机会了。抓抓！阿高死人了！阿高快死了！阿高被人家回头一个暗影禁锢，直接射的满脸都是。阿高 hold 着，阿高，台湾的未来要靠你，阿高，你赶快打，我他妈的，哦他妈的，他妈两等了，阿高后退一点，阿高，阿高，我们现在有被 gank 的危险。对面是什么？奈德利，真的是很危险啊！对面如果一个暗影禁锢打中的话，我们就要全家都躺在地板上了。谁里有阿高？阿高，好恐怖、哦！不要被暗影禁锢到，真的就是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，就要被带走了。哎呦，我连他妈吃这个死没死，先帮他们喊一下而已。打比赛一样，就要先帮中路喊一下死，这气势上面就已经办了。阿高，哇，什么都没逼出来，有点亏啊！我逼到对面伊泽瑞尔一个一啊，不知道算不算赚？应该算蛮赚的。等一下，小心点。觉得凉凉的，那摩甘娜没事上来点那一下。
哦，他妈的灰盾，黑盾不是灰的，那是黑的。猴子啊，蓝宝，蓝宝，别死，别死！好，应该不会死。Nice！哎呦，这个 Q， 精锐，哎，你老实嘞，他为什么射我？我被 Juke， 哎呦，好险！我被 Juke， 我被小兵挡在前面。我别死！哦，没事，干！我跟你讲，有时候你就是多帮你的队友信心喊话一下，他们就真的会活下来。哎，为什么我都勾不到？这游戏开外挂是不是 ？Nice！ 别死！他死了。哎，他黑盾用过对不对？你他妈的黑盾用过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该死，该死！哦，他治愈用了 ，Nice！ 哦，我跑，转翻！我一个勾就逼出人家闪现加治愈，太赚了吧！阿高，地球下路和平就交给你了。哇，龙虎 QQ， 哎，好像收掉了。哎，他六等嘞，不对，不大妙。一个戳缓速，一个普攻，小兵不帮打，再一个 Q， 哦，再一个普攻 ，Killing Spree。好好清流不知妹，哎呦，那个裂变好可爱哦！我天啊，好想冲上去哦！你他妈的还给我跳上来！不大妙！嘿嘿嘿嘿，他会害怕。来，嘉文好燥哦，这把就靠嘉文。阿高，我来了，阿高，我们来一个双剑合璧，靠呀！哎呦，对面两个都 counter 到我哎，我还不跑线，妈好烦哦！他们一个会飞，一个会架盾。Nice， 他是 BF 了吧？这个伤害没有哎，哦，他买了类似 BF 的伤害的装备而已。哦，他妈！哇，一个抓就骗到两个技能，太爽了！哇，啊 ，Q Q， 他干嘛？他冲过来打是不是？天天肚子饿，天天我需要你的爱，我的心只有你猜。哇，他插了一个眼，大喵啊！哎呀，把我180秒眼扫掉了，超烦的那种人啊！哦，没事。我们现在就是不断的游走，给他们两个压力啦。因为对面是奈德利jungle的话，其实他们也不怎么好做事情。游走，游走，游走。
这样的话其实他们也不敢压。奈德利感觉有可能在后面，他没有暗影禁锢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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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应该会不回吧？他们回的话，他们就少一波经验。对啊，你看摩根他没回，干没回，太爽了，赚到！我要去操奈德利了。跟着加文斯斯去探险。他们现在应该这边都没眼，照理来讲啊，所以奈德利有可能从左边来。因为他知道嘉文在他们红 buff 区，猜到。他们刚好像这边插了一只眼那样，哦，插了 ，nice。抓一下摩甘娜，阿高快把下路点掉，他有 TP， 我还要75秒，哦，那这一轮小心。哇！伊泽瑞尔感到莫名其妙，怎么突然就有一个嘉文冲出来啦？伊泽瑞尔觉得屁股凉凉的，他有可能被奈德利 gank， 所以我们先往中抗。哦，奈德利在上。哦，哎呦，他交闪了 ，nice。哎，谢啦！好，我们等一下稍微往上靠，因为他上路还没掉。哇，把这边视野补起来，把上中上的视野补起来，因为下路视野我们太够了，太多啦！买多买一只眼，我们把中上的视野补起来，让奈德利，因为奈德利现在如果想要进红 buff 区的话，我们都看得到，像这个摩甘娜已经被看到，而且他们等一下一定会扫眼，然后把视野附在这个他们自己红 buff 区附近，那我们就把视野稍微轮转一下，转到中上。啊，他们因为中路有一点点优势的关系，所以要稍微往上。奈德利在。nice， 这个治愈下得太棒了，哎呦，是有人不见了吗？纳尔还好吧？哎呦哎呦哎呦，纳尔你别这样，哇！别，好，我们回去把眼石输出了，他伤害已经成型了，有了这个就超痛了。再拔出什么好呢？好，我们把上半部的视野补起来，因为其实蓝宝打纳尔还是打得死的。那、啊、他现在吸魔剑，我看蓝宝有那个面具，应该还是打得死的。下路就让他们一打一，然后我们把上路视野补起来。我跟他往上，所以他应该是想要做坏事。我们先在这边补一个职业，然后蹲上面。掩护他在塔下不会死就好了。摩根他应该摸到这个塔虫了。对，然后他们应该等一下会派中路卡特吧？卡特等一下会上来吧？哎，摩根他在这。
nice， 这个大绝死 ，nice， 对啊，所以我们这边有 cover 到。哦，差一点，太危险了，干那个勾没有勾到，可惜。不过我们下路有拿到资源，还好。把针卖掉，然后再买一个红宝石。再往上靠，因为他现在状态不好了嘛，所以他等一下这一波推完，他一定 recall， 然后我们配着蓝包可以去抢。哎、欸，他不回来，他不回来就死定了，他不回来就要死了。他想推塔，贪心。贪心，大过年的你在那边贪心，死定了！纳儿跳跳，纳儿跳跳，纳儿跳不动，什么？贪心，小朋友。没事，不打，因为后面还有奈德林。我牛，有点多东西，有点多。我打，我打，哇！啊哈哈！怎么是一个奈德林？少眼不少。nice， 阿高，你真的太棒了！抓到鬼！nice。阿高，你真的太棒了！啊，不是，不是阿高，塔龙真的太棒了。我们来推中，推下路，推下，推下，趁机摸摸进来，来喽！我们眼睛差这边，感觉摩甘娜要来啦！我们来看嘉文试试，都在三郎这边。哎呦，哦，哦，这一轮。这一轮感觉妈的超级有机会啊！来，操他们！这个位置，我卡底下，一丢被经过家，哦啊有眼，哇、啊、靠腰，嗨呀、啊，嗨呀、啊，缝缝里面，摸进来，我改摸进来，好不？一丢再加五眼。把酒，加我把酒。啊啊！要死我！哎西，碰到对面啊！要死我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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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打秒啊！我打秒啊！夸抓 kill， 真男人！哇，帮不了你，帮你挡一标，帮你挡。他竟然不扭，眼睛他这边，这个龙有一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应该还好。哦、oh, ，nice， 撤。我们这边视野要被抢回来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现在怕阿高死翘翘哎，感觉阿高小命不保啦。奈德利会不会从这边跳出来？咚一咚一咚一！
来，上路变大，看一下啊、喔，下路推，下路我们正在推，等加稳，等加稳，不要做坏事。这一波他们如果还要再出来的话，就要倒下了。还出来坏人，扭不掉，靠腰，试一下。感觉他们视野都不很靠自己家，就稍微走前进一点。我被看到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攻杀小，点，那怎么一群人去杀他、啊？那怎么一群人去杀他？那一次，一次拿两塔赚翻。Go。哎，我的，有点想蹲点呢、欸。我觉得蹲得到人，感觉都蹲得到人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吹起来？不过没关系，无伤大雅。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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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个，踩到了。YSP， 感谢你的订阅 ，Thank you。看一下。我们现在两个塔都拿了，我们剩上塔而已，我们等下去干他蓝吧。啊！要死人了！哎、欸，好像真的会死。欸，他们竟然有视野，来保护你。不是，你们好像要保护我。欸，我没有闪过墙，我没有闪过墙。哥应该闪过墙，而且我插件没开啊啊，累。不过他们应该是要回补啊，我们可以准备 rush 巴龙。欸，对面 K 笑了是不是？是什么八百里长征之类的？小龙一分二十，好好看一下。清掉这一眼，我们上路在推，还不错。他们现在都有一群人抱团了，他们要帮卡特滚头，可是我们这边应该是可以直接打一波。但那卡特给我出防装，他跟谁学的、啊？他插了一只眼在这附近吧，不然就巴龙 check 一下。好，他插巴龙，我把他扫了。好、哦，小龙三十秒。这边准备 cut。
把它拆光。吃肉，把它踩一踩。哇操！还一直中。哎、欸，他刚刚戳他，他就死了、欸。只要他刚好像不敢。先去守。别转下，别转下，我们可以轮转八龙。他要毁了，不过我想追他、欸。对对对对，丢你的心，对丢你的人。感觉他哪会在这边吃这个毒啊？感觉啊，中路可以开。应该会抓到摩根呐。可以吃，可以吃。Rush, rush。拜拜。吃中，要回的回一回啊！对对对。哎，只有我被晕到，太爽了吧！有没有压他 F？ 压他 F， 压起身！我还不压你起身啊！Q 还没好，你这……我想说后面的没被抓过，撤。噔噔噔噔噔噔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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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塔龙想做坏坏的事情，我跟着他走。哦，坏坏的塔龙要被制裁了。谁叫你出坦装的？跟谁学的？啾！哎、欸，小兵！呜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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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跟谁学的？冲啊，同伴们！开搞啊！哇哇哇哇哇哇！跟谁学的？呜呼呜！这个扭，他那个 Q 为什么看起来蛇形的感觉？撤！打通他两条直肠了，我们现在打他第三条。
来喽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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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呀！中路是不是要升了？我还没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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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别推我就好，咱们还是好朋友。压他 F。Well played. 嗯，太 carry 啦！你看我伤害还有九万，不是九万，九千，我控杀小，哦，根本 carry。太猛啦！我今天收到一堆红包，有没有一堆红包？是很多红包，176多少钱？三十几，五千块，我可以抽几箱奶玉，1500抽一箱，干，我他妈可以抽30。我可以抽三组，一组58箱，38、24、35组，我可以抽178，什么174箱欸，我操，太神啦，没关系。